你在吗？小美家的鸟晚了该如何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停留一场梦被丢在身后，像海市蜃楼，哪里是宇宙，厌倦了漂泊，独自徘徊太久，多渴望拥有那紧紧拥抱的感受，恋人的眼眸装得下整片星空，愿你陪着我。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啊，这个事情居然忍了五年，而且还要装作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每天在他面前工作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呢？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宁愿隐藏着自己最真实的感情，也不愿意伤害那个最爱最在乎的人。不行，你跟妈走，我们去找他，让他给你一个说法。妈，妈妈，给我妈，别这样嘛，是我破坏了他最美好的梦，他是不会原谅我的，也不会接受我的。我是永远不可能走进他的心里的，我连在他手里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你傻呀你，你这是何苦呀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以前对你不管不顾，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要是我以前，要是我以前就看着你，我心疼可我，对不起。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齐磊面前制造了这一系列的假象。之前我一直怀疑陆准有问题，可是现在我发现我是冤枉了他，他不可能藏得那么深那么久，包括莫旭在内，他们都不是这件事背后的主谋。你和齐磊误会我和秦阳。你跟我说的这个事儿，我确实觉得有点意外。像你这么说，我确实误会你了。同样是五年前，同样是车祸，同样是在法国，生病的时候爱吃黄桃罐头，你甚至和齐磊的血型都是一样的，疑似可以说是巧合。但你和齐磊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，就不能拿巧合来解释了吧？但是叶齐磊死了，你亲眼看他的。他的坟墓就在不远的郊外，是你亲自送走他最后一程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没有忘，但我更相信我的直觉。你如果不是他的话，为什么要接近我？为什么要对我好？我喜欢你，这个理由不充分吧？姐，你也喜欢跑步啊？是啊，有研究表明，慢跑每分钟可以消耗10到13大卡的热量，
而打网球也就七到九大卡，慢跑又叫 jogging， 象征着快乐、自由、无拘无束的运动。你刚刚跑得太快了，别停下来，我陪你走一走吧。好。陆准怎么没有陪你一起跑啊？他去出差啊。你刚刚到中国没多久，他不好好陪你就出差啊？工作重要嘛，这两年对他来说就是工作啊，而我跟他是要过一辈子的，不在乎这一两天啊。看来你真的很爱陆准，一提起他眼睛里都是笑。对啊，他上进努力，而且对我非常好。所谓的爱情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认定了一个人，觉得是他了，哪怕看不到他，一想到他也会很开心的笑，对吧？你把他说得这么优秀，会不会有很多人跟你抢？这个我倒不怕，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如果整天疑神疑鬼的，那就不是所谓的爱情了，那这爱情是错的。爱情有对错之分吗？这个你倒是问住我了。与其说爱情有对错，不如说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。依恩姐，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啊。通常说一个女人有故事，基本上代表她已经老了。没有，你看起来比我还要年轻呢。我差不多缓过来了，我还可以再跑一圈。你先回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你明天中午有时间吗？嗯，我想请你吃午饭，顺便介绍我最好的朋友给你认识。啊，你们应该认识。我们认识？谁啊？暂时保密，你明天中午来就知道了。我定位子，明天见哦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太素了？没有啊，只是这些菜做的都太精致了，我不忍心破坏它。那倒是，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些菜怎么做的这么好看？对于一些美好的东西，人们总是不愿意轻易的去打破。